第四题，配置好的石灰水放置空气中一阵子，常会在表面产生一层白色物质。请问这现象是因为石灰水发生什么反应？我们知道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会产生白色浑浊、白色沉淀，这个白色浑浊、白色沉淀是碳酸钙，所以我们的石灰水放在空气中产生一层白色的物质，就是因为它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。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这现象是因为石灰水发生什么反应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我们的石灰水氢氧化钙加了二氧化碳产生碳酸钙跟水。